美食天地，你我他。阿勇赛你好，今仔日吼，咱的美食天地吼，足期待，又搁怕受伤害，又加受困难呐、啊。所以咱的人客吼，因为每一届咱的这个美食天地吼，你这个期待你的出团时阵，伊还讲你唔知出什么难题无？唔加伊讲迄个菜足歹卖，实在足歹卖无？没。真的吗？没。真正系无三行咧，无三行，真正无三行，但你做开足水嘅，真的吗？对，我甲看两行尔咧，真正甲两行无三行啊，都对，真正无三行咧，只有两行。啊，像无你这道是要做啥？我看了排骨啦，咱要做麻辣排骨。麻辣排骨，我问一下哈、是汤汤水水还是干干燥燥？干的，干的，骗人。真的，我看到冬粉粉丝哎，没有，因为会怕的。粉丝不是拢做迄个粉丝包，包粉丝。没呀，真的吗？啊，无伊粗白白是哪只？咱等下会用油来精油化泡。卖家人迄拢嘛用米线，还是用迄个米烤，可能用迄我都做什么？这就是功夫有心机的一只，一定要够心机。真的，真的，麻辣。对。排骨，对，例如啊，赶一手来，就安尼，就像例如啊，吼，啊是了凉水爱赶来啦，还真正爱配一下凉水的吼。好吧，那我们呢，看咱的阿良西边啊变魔术，将咱的冬粉跟咱的这个排骨做一个结合啦，往前站一步啦。那就嘛排骨，加糖，排骨加糖，少许的那个调味粉，调味粉，啊米酒，米酒，辣油，辣油，胡椒粉，胡椒粉。然后花椒粉，花椒粉，对，你贵味的少。啊，就是你即马说用好的排骨就像安尼，对不对？新鲜安尼呢？啊，真厉害，这用时好啊，啊，时话过半点钟，几点钟？差不多，你个品质胖呢？简单料理。香啊！啊，等你做出来，你含骨头要包呢？真有假啊！真呢？啊，你个蛋粉呢？蛋粉那我们处理吗？唔免，那么先得水，安尼会个开嘞。没用的水啊、喔，那没用的水吗？对，那面。可以啊，那没用的水。来准备，这阿豪你。你好，我安怎？你讲。阿豪你表演。啊，我要安怎表演？老师，你讲。你啊个，嘿，啊，这个手准备嘿，啊，这个手夹住。要甲拉开下。无甲冰冰俩好，来了，一刹那就崩开了。啊！干嘛拉开？嗯，面冰冰的。好。老师，老师好了吗？老师好了吗？各病一届，各病一届。老师，好，安尼好，咱会使好。OK， 好，啊，咱即马爱甲目，然后啊，我会有甲关好啊。老师，我较早嘞。免，咱唔免个。会喷啊？没啦。我紧走啊。没啦，做主席啊。我穿这白色的呢。你穿我爱无看的呢？老师，你袂使安尼呢。老师，你会禁掉啊？我甲切到花，切到行。拄只爱禁掉啊！好，阿姐妈甲老阿贵哥啊。赞哦，赞哦。哎呦，你钱。好，我来做。你要做白盘遐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下面那可以吃吗？可以。啊，好脆哦、喔！你哪会这神奇啊？对啊，啊你感觉这冬粉就做好吃的？冬粉用钱的哪会这么神奇？就爱就变成一个冬雪吼。赞呢。你家片足香的啊。好香哦。所以排骨也好吼。你拢无南中药材的，安尼足香呢吼，天然的上好啦吼。你画龙点睛哦。对啊。哦。啊，这个物件做较水。哎呀。赞呢，牛话哦！老师，我你确定一下，安尼会使上了吗？哦，水！下雪了啦！哎呦，好棒哦！麻辣排骨啦！啊，人客你有看哦，这简单的吼。对啊，你大家真正平常时家常菜，咱唔免去外口开大条钱，对啊，佮吃到最安全、最卫生的，还烧酒冲起。啊，所以讲咱。做料，咱拄只予人家看吼。是。遐做料就是讲，咱加的分量，拢是少许。是。少许、啊。所以这个排骨豆免阁加粉，煎开就是变尔水。太棒！资源喂的最棒。
那观众朋友你 OK 呗？我们下次美食天地，先麻烦的阿勇先过来呢。哎，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謝謝。